我今天晚上呢，给大家汇报的主题啊，是一丝不挂念太极，是这么一个题目。但是首先我要声明一下，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只能供您参考啊，就是今天晚上我所讲的内容都是供大家参考的。我从澳洲雪梨飞过来之前，有一位这个老同学跟我学了好些年了，成了好朋友啊，跟我开玩笑说：“老师，你这是讲什么东西啊？”我说：“我讲一丝不挂念太极。”哇，他说：“好啊，这个题目好啊。”他说：“老师，你很新潮啊。”啊，我说怎么一个新潮法？他说：“你想啊，一丝不挂吗？”啊，我说：“怎么个意思啊？一丝不挂还不新潮吗？”啊，我说：“你怎么理解这一丝不挂啊？”他说：“这不穿衣服裸体打太极吗？”我说：“不对。”我说那是黄色太极。我说我讲的一丝不挂念太极，是指练习太极拳当中的一种境界啊。这种境界呢，说起来呢是怎么一丝不挂呢？就说是指在练习太极拳的时候，身心所感到的那种潇潇洒洒、空空荡荡、悠然自得、了无身心、清净自然、万事心头落、无有一丝丝系挂怀，是自由自在的这么一种状态，起法除自然之意，而一丝不挂念太极，是指练习太极的这样一种境界。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样一丝不挂，就是没有一丝杂念，这样潇洒飘飘荡荡、轻松自然的这样一种境界呢？那么首先呢，就得要了解什么是太极，什么是内功，什么是心法，要了解这些基本的概念。那么在以前的讲座中呢，曾经提到过太极，简单说了，我就不再讲以前的来历了。简单的说，太极的意思呢，就是自大自极之意啊。那么心法呢，就是特殊的心理信念的方法。内功呢，就是内练精气神的功夫。所以太极、内功、心法不要把它看得神秘化啊。那么只不过是在锻炼过程当中用一些特定的想象力、一些特定的思维方法来影响我们身心的变化啊。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上面的信念，但是又不同于普通搞心理研究的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呢，它扎根于我们传统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土壤之中啊。那么在了解到这些心法这些概念以后，基本的内功的概念以后呢，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接下来要讲的就可以要谈到怎么样才能做到一丝不挂，那就要先练乱环缠身啊。我们很多人练习太极拳，
都听说过乱环诀，但是这个环是怎么练出来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练的，那么怎么样的印证，怎么样的变化，这个过程就比较复杂。因此呢，我一步一步的解释下去给大家。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基本的要点啊，基本的要点。那么要解决练功当中你要有练出环来，练出圈来，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解决就是放松。我们很多朋友呢都知道练习太极拳要放松，可是怎么样放松呢？就是从头顶到脚下，全身各个关节都要放松，保持立身中正安舒，节节松开。那么这个时候呢，是解决了身体里边的这个纵向的问题，解决纵向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身体松开以后呢，才可以做得到。比如这个我现在用这个节节松开的这个方法来告诉大家是怎么样做的，请两位几位同学上来一下，麻烦您。我一边做，然后给大家呢示范，就是说怎么样做到松下来，节节松开，松下来以后呢才做得好。全论里边呢讲，一举动周身肌要轻灵，由膝贯穿，气以鼓荡，神以内练，勿使有缺陷处，勿使有凸凹处，勿使有间断处，七根在脚，伐一腿，主宰一腰，行一手指。好了，这个地方谈到了起一根，伐一腿，主宰一腰，行一手指。那么怎样做得到，这就是在整个放松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松下去才能够做得好的这个动作。比如你看，我给你做个示范。那艾薇你在后面稍微保护他一下。对，练习太极拳当中怎么样来体现太极拳呢？它的特点主要就在哪呢？在以小制大，以柔克刚，后发先至，它主要体现这个特点。那么刚才讲的这个松呢，就是从我身上的每一个环节，你看松下去，这是到脚跟了，松到脚跟的时候才能够讲起一根，伐一腿，主宰一腰，行一手指，这个时候内劲才能够灌上来，才能够发出去，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发得出来。这就是整个内劲的走向过程，就是从下边脚跟开始一直上来。那么我们普通练习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找不到这样一个纵向上面的松，所以第一个松就是你真的能不能够松到脚下，然后呢再节节贯穿灌上来。我们通常容易理解的错误就在哪呢？顶上。我们通常理解的错误就在哪呢？松了然后起一根，然后用脚使劲去蹬，伐一腿然后用腿使劲去蹬，主宰腰用腰去顶，行一手指然后再用手去推，
这理解错了。起一根是意，伐一腿是意，主宰一腰是意，行一手指也是意，是走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注意看，我做慢一点，看我的整个变化的过程。松下来，上来，打出去，这就是从这个上面变化这一个过程。我们呢通常在这个环节呢找不到结松开，所以练习太极拳讲节节松开才能够节节贯穿，这样才可以。如果讲深一点，那么这个松下穴的内径走向走的是整个足三阳经的路线，就是说反向的运行。因为呢手三阴经是从胸走向手，手三阳经是从手走向头，足三阳经呢是从头上落下去走下到脚下边，然后足三阴经呢再从腿的内侧到胸腹，所以太极拳这个地方走的路线，内径的走向路线是反向的。那么在应用当中的时候呢，通常对方是不知道的，那么他要用柔气克刚吗？你松开以后呢才可以接上，你看就是这样轻轻的接上，松松的接上，只要内劲一起来这就可以接上，这就可以接得上来，拿得住。所以这是实际的路线，就是从后背这边过来，所以叫做起一坑起一根，伐一腿，主宰一腰，行一手指，这是放松当中的第一个关键。好，谢谢你们。那么找到了放松以后呢，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要解决横向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松开，就是立身中正，节节松开，解决身体纵向方面的这个问题。那么光有了纵向不够，太极拳里面讲一横一竖打天下，竖就是指纵向方面，横就是指横向方面。那么横向方面怎么来解决，就是这上面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松散。大家要注意，这一个散不是散，是散开，不是一盘散沙。那么这个呢就是通过特殊的心理训练的方法，将身体练习我不往下放松，我往横向方面放松。这个呢就是我们平时练习太极拳一般都掌握不到的东西，你们只是放松放松一个劲的这个松松的打，但是真正到说往前面打的时候，然后身体还往横向打开，气势还要往横向打开，那么这个散开就解决了横向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散开是怎么样散的呢？是通过特定的心法练习。你比如说好像就把它假设好像一个气环，好像呼啦圈一样，身体里边的内劲好像松开，
好像一个环一样绕着你。那么这个环你松得开松不开，怎么样来印证呢？也有方法来印证。一个就行了，一个就行，来一个，来一个同学，来一位就行了。好，来，你看现在呢我没有用内劲，就是什么，就是用手这么来做是解决不了问题。我不往下放松，而是往横向方面放松。这横向方面放松呢，就是用你的心理的这种特殊训练方法，好像一个气环一个圈绕到他的身后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把我的内力就往外就散开了，但是我没有往下去，内劲完全是横向控制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控制住它，如果要发它就可以打得出去了，就是一开就可以发。所以横向方面的呢就叫松散。这个练习变化找到了这样一个散的变化，找到了这样一个散的变化以后，然后就开始跟我们往下纵向上面松下去。以前的讲中我讲过拔劲膨劲的方法是松下去，从脚下假设一条弧线通过对方的身后这样起来，这就是在纵向上边的变化。那么这个纵向上面的变化加上横向方面的这样一个圈就产生很多变化了。啊，圈呢可以产生旋转，可以产生绷的方法。你比如说刚才我做的这个方法是一种绷的方法，好像就是一个圈在那个地方，我假设把它圈拿进来，而我用意设想的方法是在它的身后，就是我这个圈绕住它对方的时候，我意识在控制在这个位置。那么内劲呢是横向散开，我意向是在后面整，那么对方呢就轻轻的就出去了，不用当你啊，你看就是这样开了，你看这样就起来了。所以这个太极拳的这个以柔克刚以小制大，它的巧妙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一个地方。好，我等一下你稍微等我一下，就在这。好，那么接下来松成，当这个身体松开以后，结节松开之后，内气自然下沉以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引导这个内气的走向，就像刚才讲的这一个膨劲。如果讲这个膨劲设想的是一个弧线把它连贯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圈，一个力圈。这就形成了一个力圈了。那么这里边呢，现在呢，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经典拳论里边呢，讲的有这样一段口诀，叫双环一套十字身，十字四边皆弧形，唯有当中四十点，环要围绕点边形。所谓的诀其实就是前人对医生练习太极拳经验的总结，把它编成一首诗一首歌或者单独的这个字来说，那就是诀，就是自觉。那么由于以前呢传统的观念呢比较保守，所以呢很少呢传出去，所以呢又称之为秘诀。实际呢一点都不神秘，一点都不神秘。
那么现在刚才我们给大家，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一个立圈一个横圈，大家看得清楚吗？那么这个横圈跟立圈两个环一套形成一个十字，十字四边接弧形，那么在十字的四边弧形上面都可以产生应用的方法，唯有当中是实点，就是两个圈交叉的那个点，交叉的那个点是实点啊。环要围绕点边形。好，我下边做示范给大家看，请他们拿起来一下。你来，双环一套。那么我们刚开始练习拳的时候呢，实际呢是一个环一个环练的，就是说先的练的膨劲的转起来的这样一个力圈，然后横向的松散的两个套起来是另外一个圈。那么当你这两个圈打开以后，可以用圈的绷的方法，大家看，这是我第一讲两个圈交叉以后所产生的绷法。你看力量大，后面截它一下，那这是圈所产生的绷的方法。那么是怎么化解对方的呢？就是把对方的力把它分散到这两个圈上，然后在圈后边十字交叉的那个地方，我再解释一下，大家注意看。你看第一个，我纵向上打开，横向上打开，别动，然后E的走向在这个位置产生的焦点在这，所以E是在这个地方把它发出来，不是身上去顶对方。这是第一个，大家注意看一下，我再发了一下，这是第一个绷的方法。好了，十字四边接弧形，唯有当中是实点，环绕围点边怎么行走呢？在交叉的那个点上，不要打那个点，在点上错开，就说这个环在这个地方，把这个环错开，这样打到对方的身后，那个环在这方身后是这样打的，是这样一个意，这就是特殊训练的这样一个意在对方的身后。所以接触到对方的时候呢，你看在对方点交叉错开打，这就起来了，这就起来了。那么这是横向上面的错，还有纵向上面的错。泰林过来，你保护他一下。这是纵向上面，那么我就把纵向上面的圈拉大，接触到对方的时候，你看我慢慢拉给大家看，你看这是拉开，这是纵向上面，错开的时候是打，这是错开的时候，这是在纵向上面产生，所以这是两个环产生的变化。如果遇到对方的力量特别大的时候，你控制不到对方的身后怎么办？控制你自己的身后，这就是我对方两个十字嘛，交叉点，一个在他的那边，一个在我这边，我控制不住那边，意就转向控制我的身后，就产生旋转变化。力量大，你看他这么大力，你怎么顶顶不过？拉开，转，这是转，这是环上面产生变化，在我的身后转，这是这个上面的用法。那么还会产生另外的变化，就是说
我用横签把它划开，用竖的签出去打它。你看，就是我就不往下松了，我就往旁边拿走了，整个旁边拿走了，空掉了，身体逆签出来，哎，这身体逆签打，那么逆签划开，横签打，你看，这是逆签划，然后横签走，啊，所以这是双环一套十字身的这样一个口诀，啊，好，我再讲下面一个。这个呢，这个诀呢，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当然里面还有好多变化，还有好多变化。下面一个呢，叫乱环诀。乱环术法最难通，上下相随妙无穷，现地身如乱环内，四两千斤找法成，手脚齐进魂术爪，掌中乱环罗布空，欲知环中法何在，发落点对即成功。大家看看这个乱环诀，好像没有哪一个字不认识啊，但是不知道不知所云，我刚开始学习这个时候也是一样啊，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但是呢，我跟大家说，现在我们刚才在上边讲了一个两个环了吧，对不对？一个横圈，一个逆圈。我现在呢，大家注意看红的这个圈，红的这两个圈呢，就是两个逆圈，然后旋转45度。那么在应用当中的时候呢，这就产生很多变化了。但是这个还是基本的圈，是基本的圈。这个基本的圈如果找不到，往后再找乱环那是很难找的。所谓乱环就是太多了嘛，环多的到处都是环，所以就用乱环来形容，就用乱环来形容，啊！我现在呢，开始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一个乱环诀，它是一步一步怎么来形成，哎，好的，请你把这个木再提到一下，哎，好，过来，来。刚才讲的双环一套十字身，这一个逆圈一个横圈，那么在应用的时候呢，是将什么，是用你的意识，还是强调这一个特殊的心理训练的方法控制这一个气圈，这两个圈旋转45度，啊，那么这应用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就产生领旋的作用了，啊，稍微注意一点啊，啊，轻轻一打，那你看旋，这是开始就旋了，这是开始就旋了，但是身上呢，这个圈的变化
你旋转是45度，其实呢在真正的应用当中呢是度数越小对方越听不见，速度越快越巧。所以你只要节奏只要轻轻一转，对方就不知道了。你看节奏它就是这么轻轻的一转它就跑了，你看啊，基本上呢不是外形是翼转啊，这是翼转，反过来啊，这是翼上面的转控制这个内在汽车的转，那么这是变化。好了，接下来乱环很多环，步法上面有环，腿法上面有环，腰上有环，关节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动作，比如说刚才我做的单边，这一个单边的动作松下去往这样起来，本身走的是斜的圆，所以这就是一个斜圆，转过来以后落下去，你看松下去了，这下变起来是一个逆圆，这就是一个逆圆圈的变化，然后左手一转变成一个横圆，看到吗？横圆横圈，右手再往上又是个逆圈，这两个环交叉了，这就有了，这是一个环了。步法跟上，膝关节内旋成环，对呀，到了这肘关节成环，腰上转成环，肘关节旋转成环，手腕旋转环，那么这一变出去又是环，收回来肘关节与腕关节的这个地方产生的环，变过来反方向又是一个环，腰上转腰上环，肩肘上环，腕上环，手指头旋转环。好，这就是这一个动作上面所以产生了若干的环，这个就是单边当中，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动作所产生的环的变化。所以这是环中套环，大环中套小环，小环中还有环。那么在练习的当中，你看比如接手当中腰圈啊，大的动作大的环，这就是大的环的变化，这是大的环的变化，小的环的变化，这一节腰上的环，腰上的环就是腰上的环产生变化，肩上的环，肩上的环产生变化，肘关节的环，接手对方的时候，你看大家去看，就是这么一接手上走了这样一个环，你看这一接环，手腕这个地方接的手腕上的环，手腕环，嗯，所以呢这就是浑身无处不是环，但是这个环练习的当中是一个一个练出来的。那你看刚才我给大家做了有一个动作，比如说这样一个动作，如果我们平时的理解呢就是直来直起，其实不是，它是从哪，从脚下边的环，膝关节的环，髋关节的环，肩肘手一连串跟着上来的。所以大家注意看，你看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一个很松的手法在接触到对方的时候，
抓住，你看就抓一手枪，你看这样出去的时候，你看一样用环肘，这是用环肘，转过来翻又是环，这样手腕转的时候又产生这样的环运动，特别是要拿你的反关节类似这样的东西的时候，这就用上了。你看拿了，这是反的，你看这是这样环的运动，产生运动，这就是乱环法术最难通的其中一个道理，第一句啊。所以练拳的时候，这些每一个关节每一个部位的变化你都要找到，都要控制住。那么当中有一技叫什么，手中手脚齐劲魂速爪，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对抗的当中呢，一横一竖你可以在这个交叉的这个双两个环上去找，也可以在哪去找呢，也可以在手上去找。最初的练习方法是走大的方法，最初的方法乱环肘好像我们就是那个瞄准器一样，一接在身后，这就是魂术去找它，魂术找手脚齐劲，里面啊有术语，就是说手到步也到，打人呢、啊、如拔草，很轻，跟拔根草一样，砰就起来了，啊就起来了。但是如果你做不好呢，就找不到了。但是到更高的一些阶段呢，就是掌中横竖的变化，手掌当中一横一竖的变化。那么这就是接手的同时就产生一横一竖的变化啊。你看接手在掌上就产生变化了，直接就在这就应用，直接就在这就应用，不用往回走。这是太极拳在掌上的这个变化啊。所以呢，这就是刚才我们在讲这个乱环当中变化。好了，下边还有一句，一支环中法合在，法落点对即成功。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发点落点关于点的变化，发点怎么样会发点呢？首先第一个是要接触对方，你接触的部位这个点是接触之点，由接触点通过你的内劲化解，然后呢变成了发点。落点呢是在你的意向打出去的那个点，比如说就是刚才像讲的两个环交叉的十字那个点在对方的身后，那个点你可以把它当作落点来理解。所以当你的手上的发点跟落点相对相呼应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成功了。那么这个也是在特殊的训练过程当中才可以找得到，特殊的训练过程当中才可以找得到。那么练习太极拳呢，尽管有好多的这个心法
有很多的方法，你达到这个乱环，乱环的只是一种心理训练的手段，那么达到是让你的身体里边所产生变化。那么在应用过程当中呢，实际是体现了太极拳的一个原理，就是以小制大，以柔克刚，以慢制快，后乏先制，这是太极拳的当中的一个特点。当然我们现在学习太极拳宗旨是在修身养性上面，不是在注重这个武功有多厉害，因为武功再厉害你没有枪厉害，对不对啊？你能跟枪比吗？啊，但是又不能不说，我们学太极拳，如果把太极拳这些心法要点，这些这个先辈们总结下来的这些经验而精华都失掉了的话，那不是很可惜吗？这就很可惜了。那么通过这些方法的训练，这就是让我们了解到什么呢？就是在修身养性上面。修身养性，修身，修什么呀？对自己的身体了解吗？身体锻炼，你对身体每一个部位的变化你知道吗？内劲的走向，经络的走向在身上你知道吗？所以你要通过这个身体的锻炼，你才能够了解到你的身体的情况怎么样。养性就是陶冶情操啊，就是锻炼我们一种平和的气质，是吧？太极拳养性养什么？强调我们如何来控制和调整我们的情绪变化，因为情绪的变化对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很多疾病，80%以上的疾病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如何调整心理的变化，如何调整控制我们的情绪的话，那么对我们的身体是大有好处的。但是在修身养性这一方面，如果再往深里边去研究的话，那么才可以更好的了解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包括易学、儒学、道学、佛学等等，武学、医学，那么才能够得到理解。所以我在澳洲有时候也碰到几位学中医的同学，学生跟我练拳的，我说你们学中医学针灸，练不练功啊？他说不练，啊，我说不练你怎么知道你那个穴位打得对不对？其实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呢，特别是学中医的话，我建议真的要好好锻炼你身体里面的这个内功，因为只有你自己清清楚楚地了解到你身体里边的脉象变化，你才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到病人他的身体心理脉象当中的变化啊，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啊。那么如果不锻炼我们了解不到，太极拳最后要练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太极拳的境界有一首寿密歌叫做无形无相全体透空，
应物自然，西山闲去，吴侯严明，水清河静，翻江波海，尽信黎命。所以太极拳的宗旨是在尽信黎命上面，而是无形无相，全体透空。所以呢，我们在练习太极拳上要从这上面去追求，那么才了解到这个太极拳的精华。那么与此同时呢，通过太极拳的修炼，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得到很多的启示。比如说太极拳首先讲究的是舍己放松，不占人的便宜，是吧？有容乃大，包容，惜怀若谷，对不对？你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练习散开，你能够散，你的心胸就开，就宽广，你就开得了，你就容纳得下。你有这个实实在在的体会，很多事情你容纳不下。所以太极拳在生活上有很多的借鉴的地方。所以有朋友说这是行住坐卧练太极。对了，每一个地方你都练太极的话，那么对生活当中很多事情你都能够柔化去处理，这就是在养性方面得到很大的好处。当然如果我们要研究的更多更深的话，去了解才真正的会明白道学讲的东西跟太极完全相通，儒学讲的东西也完全相通。你比如说中庸中提到诚宜中，行宜外，达四维。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诚呢？就是要达到知本无有私，动静皆离，其己然不动者为至诚。那么你找到这个诚，那么你就知道诚一中的重要性，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孟子才说天降大任以事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真宜其所不能。所以啊，圣人是这样讲，我们要苦其心志，去磨练筋骨，然后去才能够了解到很多很多东西。所以太极拳我们不光是停留在一个简单的锻炼的层面上，那么它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的去领悟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今天晚上呢给大家汇报就到这个地方，留点时间给大家提问题，谢谢。好了，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这个一个白鹤量尺。我们很多朋友都练过太极，好吧？那么白鹤量尺这个动作知道吧？都知道。哎，这不就是白鹤量尺吗？不就这么一个动作吗？
这就叫白花样子了。好的，请问一下，你们知道这白衡量是练什么吗？他练什么东西？他为什么要叫白衡量啊？为什么要这么练呢？白衡量式这一个动作，实际主要的是练拳、盖、拍、展、起、歇这些字节在。第一个拳，白鹤，白鹤是什么呢？它是起白鹤打开翅膀之意。白鹤打开翅膀，亮翅膀。旋，起打开翅膀，旋飞起来，整个是这一个含义。它是起这一个旋飞之势，所以是白鹤旋飞，打开翅膀。那么怎么用呢？练起来啊、哦，这是方式。我们平时练太极啊，就是刀在白衡量侧打开，没了，下面一个冷笑步，完了。练习的白衡量侧打旋飞，用起来它的用法就非常好。哎、你看这个白鹤打开翅膀是怎么飞的？它飞就说哇，这样飞的嘛，哇，这么飞打吗？那么用起来，这过来一点，过来一点。你看，比如说，白鹤两子，我这个翅膀从这打开，从这边这样旋飞，你看一接手旋飞，这是旋飞，这边从这边旋，你看这一接，你看从这边旋，你看，这是旋飞起来，这是第一个字，好。打开翅膀以后，看看这个鸟呢，这翅膀扇啊，对不对啊？哎，我们学习太极拳，实际在这叫做象其形，起其意。我们这个人类啊，想飞天的梦是想的很多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现在飞机这个是很现实的了，是不是？啊，宇宙飞船这也是很现实的，但是武学当中它是起这个含义来专门练习的，叫象其形，起其意。这是第二个，你看打开翅膀怎么样？拍，噗噗，翅膀这么翻嘛？啊，打开翅膀，拍啊，这样拍啊，这样拍，它是起这个拍打的意思。啊，你看实际应用的时候呢，它也是一样。你看，比如说这翅膀打开了，这边拍，这边拍，这边拍，起来，这边拍，所以这叫白衡量式，是拍打之一。啊，还有呢，他这个拍的时候还有特殊含义，他要求什么？好像这个气势是排浪而起，是扶摇直上，好像这气势往起来，噗！他要的是这个气势。我们在外边练习泰拳的很多朋友，一到那干巴巴的，没有味道，原因在哪？就是不知道起他的这个意和起他这个势啊，这是白衡量式。然后下一个字诀，你比如说展，展开翅膀，是吧？白衡量式，展开翅膀，起这个展开的意思。
那么他打的时候呢又不一样了，打的时候又不一样了，换一个动作，换一个动作，你比如说摆出那样子，这一击的时候我要从这边走，就是翅膀侧张开，大开大合，这个肌肉啊，你看接手叫开，要打开了闪，就唰，这就是开了，这就是斩。要不说我们百分两者那个斩，是起这个斩开的，就是百分两者。那么还有呢，切，凤螺之头，轻灵稳，还要静，打开翅膀。你看它歇下来的时候，轻，它要求打出去，但是实际用的是什么？实际它的内在的气势也是很大的，好像我们开快车，你突然一刹车的时候，它有一个怪劲，哇，一直往前冲着走的这个劲，其实。好像这个惯性，那么在实际应用当中的时候呢，接手的时候一模一样，就是这么打的。你看，白鹤亮之间，他就是这样进来，这种用法，所以一个动作，它的练习的方法，它的真正的含义。在这里面他是这么来做的，这才是练习白鹤亮翅里边一个真正的含义啊。好的，谢谢你们。喂，我听过有人讲过啦，练这个内功呢是会有走火入魔的情况和讲师承的，那太极的内功会在第二方面的问题您看法呢？听听马老师。好的，关于走火入魔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有没有练太极的？这里面我还没有发现，其他的地方我倒是见过。走火，所谓走火呢，就是练功当中出现偏差。入魔呢，就是你的神经精神失去了控制，失去了自主，所以其实就是精神分裂症，那就叫入魔。好了，别的地方呢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边呢是没有出现过。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什么，这个老师真的懂不懂。你别听到人家讲一个东西然后你下去自己瞎练啊，因为在身体里边内在的变化规律很多，有很多的景象，你的功不到那的时候，你经常会把假当成真，你会出现执着，那么这样呢就很容易出现偏差。所以在练功过程当中要看你跟哪个老师学，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所以呢我们通常呢在找老师的时候是很困难的，我过去也是如此，这叫求法嘛，叫做千金易得，一法难求啊！你去找这个老师，他到底有没有料，到底有没有东西，还到底愿不愿意教你，还到底懂不懂教，一系列的问题能不能帮你解答，这个是很关键的啊。所以一般情况下在外面出现的问题找这个老师他帮你解决，
其实呢，如果你在练功过程当中有一些现象产生的话，最好是排除那个现象，顺其自然，自然它就可以校正你一切的偏差。谢谢。没问题。他有个问题呢，就是他说有些学员怎样学都学不成功，那我另外有一个问题都问埋类似的，就是练不练得成太极与个人资质有多少关系？这个是可以，我想你可以一块的，就是现在这个游戏为什么学不成功啊？好好好，跟这个一样。好了，跟这个差不多，问题差不多。很多人练太极觉得练了就都练不成功，是吧？怎么样练才是最好的方法？要什么呢？要根据我们身心变化的规律，这是第一个依据。第二个，要根据运动技能形成的规律来合理安排你的学习进度，才能够有效地掌握太极拳。那么学习太极拳，你比如说像我安排课就是这样，我们就要安排的就是要按照一个多、快、好、省的原则来安排这个课程的进度，通过教学的系统化和科学化，使我们每一个同学在特定的这个时间内，这个每一个课程的时间里边，你学了多少个小时，你就可以达到多少水平。你学到80个小时可以达到多少水平，你学到120个小时你可以打到几个劲。这就是我是根据这两条标准来安排课的。那么至于在外边学习，不一定每一个老师都是从事专业的，对不对？你比如说我是搞专业的，我从9岁开始学武啊，粉碎四人帮之后，然后上北京体育大学，也是从事这个武术的专业训练。那么我们要学很多的理论课程啊，包括生理学、解剖学啊、生物力学、生物化学，很多很多现代体育科学的这个课程。所以我们是要了解到每一个年龄阶段人的生理情况和心理的情况，要根据不同的这个特点、年龄界限来安排和教学，这样才可以保证你一定可以学得好啊。你比如说我们这有很多很多这个医生啊，那我的这跟我一块练太极的啊，也有好多专家专科医生啊，他们就跟这个民间的牙医就不一样。民间的牙医，你牙疼啊，拿个什么东西问给你拔掉就行了。你到专科的牙医呢，他就不是这么一个拔法啊，他要给你打麻药，他要给你看是不是能做这个手术，是不是能拔，他要经过很多科学的东西来做，他要对你负责。所以这是搞专业的以非专业的区别。那么你要想学好呢，你可以找好的老师，这就是你跟老师有没有这样一个缘分啊，你自己认为好的老师你去找他啊，怎么样才能够学得好啊。个人资质多少，这个问题呢，在我这边呢，我是这样来讲，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学习这个资质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啊。你说学不好，只要你配合老师怎么样教，你怎么样做，你下去做了学不到，应该不是你的责任。
是老师的责任，那因为他不懂教嘛。谢谢谢谢谢谢。我再阻大家问咗啲问题先，因为头先好早俾我噶，达到好嘅养生功效，可否不用内功心法而只练拳卡就能做到呢？哦，这个一般的练习太极拳，你只是活动活动筋骨，一般的锻炼对保持普通的这个健康水平是可以的。那么练习太极拳为什么要练内功心法？实际刚才我提到了，通过心法的锻炼是要改变你的身体和心理的整个变化，因为只有通过心法的锻炼，你的身体上的变化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啊，你比如说我练太极拳，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这个内劲怎么样起来了，我这身体里边的这心肝脾肺肾到底怎么样练呢？到底怎么样才算健康啊？那内功里边就有方法了，它就可以把你，我怎么样把这个肾功能加强，我怎么样把这个肠胃功能加强，我通过什么样哪一个心法去特定锻炼而提高这个效果，这个是没有心法的区别。所以有心法锻炼，那么对身体健康的效果更好。区别就在这个地方。那你比如说，好，有心法和没心法的区别很大。你比如说手三阳经、手三阴经，你没有通过锻炼，你根本就控制不到内劲在经络上的变化，是吧？拿下来一下。嗯，不是留意，意思是等一会儿来，来来。对啊，你看啊，你比如说我这个手在接触到它的时候，它抓住我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把我的手三阳经外面的两条路线给堵死了。我要通过什么呢？通过我身体里边内劲的变化，将这两条内劲的走向往回走，然后呢通过中指这边呢打出去，这样它就跑不掉，这就跑不掉。好，这是一个问题。你比如说你不通过这个内功心法的训练，你就控制不到你身体里边这种特殊的变化。好，再来一个，那个谁，泰林，你在后面扶艾文，艾文在，你看，比如说来，你来我的背上，到我的背后，最接的。你比如说身体里边的变化，我现在讲另外一个，我另外讲一个东西，就是讲太极拳里边讲，不光是太极拳了，就从儒学来讲吧，你比如说怎么样理解中庸里边讲诚一中，行一外，达四维，中在哪？在身体里边怎么找，发出去就是身体整个周围都要产生变化，前边我要打它，后边我也要打它，也要把它发出去。原因在哪呢？就是周围四方上下都产生变化。对，所以没有心法的锻炼，你达不到自己，你不了解你自己。你要想了解你自己，你就要练心法。但是心法只是一个工具，在某一个阶段要用心法，
当你的功力提高，水平升高的时候，就不能有心法。有心法就是错的，那是属于有为法啊。那么在这地方可以借用《金刚经》里边所说的，所有一切法皆为希望，只有达到什么呢？诸法非法，你才见如来。就是什么法都没有，法且尚且，非法何况非法呢？所以法要舍，非法更要舍，所以就是没有法，无法才是大法。你们不要笑，这是研究中国文化，你慢慢的研究进去才会明白。所以老子讲要自息极守静度，万物并作，勿以观其父，夫物盈盈，过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长，知长曰明，不知长妄作修。所以练习太极拳，你一定要静，一定要息，息静，身中无物为息，一念不起为静。所以这也是我今天晚上讲的这个一丝不挂练太极的意思。好，谢谢大家。我想请问戒老师呢，到底个内气是什么呢？到底怎样去想个内气，怎样 去运用个内气呢？好好，内气跟我们肺功能的这个呼吸是两码事，不是一回事。肺的呼吸只是你吸进去氧气，吐出来二氧化碳。我讲的这个内气呢，就是中医学上所讲的那个内气，就是你身体里边内在的这种生命力。那么这个生命力呢，传统说法呢把它称之为气，在解释成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呢，叫做 energy stream， 就是说是一股能量在身体里边流动的能量。内气这个东西呢，我们人人都有，但是呢，你总找不到它。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你要想真正的练习呢，就是要先找到内气，以后知道内气是什么，你才可以练它。你自己不知道内气是什么，在那去想各种各样的心法都是错的，都练不出来啊。如果说能练出来，那是我在骗你啊。你还有问题？还有，咁样点样先可以搵个内气出嚟呢？这个问题啊，要怎么样才能先把内气练出来啊？你身上自身就有内气啊。问题是，就是说锻炼的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让你的意识，让你的心去跟这个内气怎么样协调起来。这就是心，这就是你的精神与内气之间的关系。那么在锻炼过程当中呢，要通过很多方法来检验
你比如说我在教学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摸着，哎，身上是怎么样变化的，啊，我让他们感觉到，首先我示范给他们，他摸我的身体，你比如说我要讲打一个红箭，我的内劲要松到脚下去，你看，比如说，这是我在教学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把劲只要放到我的肩上，我一松内劲就到脚下去了，下去了，这就是让他明显的体会到我身体里边气的走向。那么再来找他身体里边的变化，所以这样呢，通过这样的教学呢，你就体会到，哎呀，我身体里边的内气是什么东西了，否则你找不着啊。靠讲呢，我跟你们说，这个练习太极拳呢，这里边很妙的，因为这练习太极拳呢，就跟什么呢，就跟一个游泳健将跟一个旱鸭子讲话一样，说这个游泳啊多漂亮多舒服，跳到水里边多好，可是旱鸭子你不跳下水你永远不知道。师傅，其实呢你讲得好精妙，我呢又好想摸一下到底你那些那个东西怎样。还有呢，在你的芸芸学生之中呢，到底师傅我觉得你是很精妙，但是学生里面到底有多少学生会达到你一部分的精妙呢？我就想知道。这样吧，你比如说这个泰林，他可以用他们现在学的什么呢，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这个双换一套十字诀，这个圈的功法，你可以示范示范，示范示范，注意接他一下。好，你发，对，他发，然后你再发他，那，所以同学他是这样，你转过来发他，你转过来发他，你发他，你发他，你发，你发他，你发，你换另外一个。我打螺旋。好，你打螺旋，走，那，所以我们的同学呢？我们的每个同学只要学的都完全可以掌握得到，完全可以掌握得到，而且呢不是不止一次的事。我跟您说吧，我在澳洲上课的时候，我们这边半夜有人打电话问我同学啊，别这么练别这么练，还得给他打电话，有这样的同学的，他们真的很迷，好像听起来看起来好像是很神秘，我跟您说，一摸身上，你只要一上课一找，很快就找到了。原来就是那么简单啊！师傅，我知道好简单，但可唔可以俾我试下咁简单嘅嘢？等我即系体验一下。好，你上来，你上来。好嘅，我有事点搞？不发单。给他打你，谢谢您，谢谢您。这位先生贵姓啊？姓方的，方先生。好了，我这样，我先让他感觉到我身上的变化，这是一个。然后呢，我让一个同学在后面顶着他，我把后面的同学罚出去，我不罚他，好不好？好，来来来。你抓住我，抓住你！哎，用大劲拿住，使劲嘛，用点劲嘛。好，注意感觉变化啊！好，你要不要我们朋友说一下什么感觉？松了，但是他们有没有感觉到啊？是松了吧？是松。好，是松了。好，现在你在后面推他，你顶着他，注意啊！我不罚方先生，但是我把我们后面的同学打出去，我抓住他，用劲来，使劲，最大劲了，那你看我化掉了，注意啊，啊，我知道，但是我想我抛出去，我需要找我打出去，好吧，谢谢方先生。谢老师，刚刚你的演讲和示范非常之精彩，尤其有一个示范是前后打的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你后打的时候，那个同学假如他的手是很松，那这个力会不会打到他后面，令到他后弹呢？一样的。哦，一样。哦，一样的。你看，我告诉我再做一个示范。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看，大家注意哈，松开，就是不能用力。你要想用力是，你要想用力是打不动的，看见了吗？太极拳不能用力，要用意才能控制到对方。所以他松，我要比他更松，我要控制得住整个变化。你看，抓住的手指头，你看放出去的时候呢，就完全就不一样了。你看。哎，次次都揾我嚟搞啊！真神乎其技，非常佩服。不，这位先生，我跟你说，一点都不神秘。我上课的所有的同学，我们人人都要试，人人都要到，就是要让你学会掌握的。否则我飞那么远干什么呀？啊，谢谢您。没试过这样去练法，没关系，
上次讲的那个呢，也跟这个五步有关系，就是步法当中的进中有退，退中有进，就是身上，也就是按着在腿上，腿上也同样要分出阴阳，同样可以把对方传给你。压住，打你打你，你看他是怎么了？你看双开摇铃子。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一般情况下，我真的不敢。